大海退潮了，我又来赶海了，走看看今天有什么收获。看看看看，发现了一个八爪鱼，哇，隐藏的这么好的八爪鱼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哇哇哇，哥隐藏的这么好，收了啊，收了今天的下酒小菜，收了收了啊。看看还想跑，你看一下啊，还想卧沙，哇好漂亮，我们收了收了啊，快看快看，哇一条什么样的鱼，哇隐藏在沙里，看一下啊，哇这个不知名的鱼，有认识的吗？屏幕打出来哦，哇这是什么鱼，漂亮的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快看看看，一条清新鳗，哇这个吃刺身，红烧清蒸都非常好吃，哇哈哈太漂亮了，收了收了，快看快看，一条龙尾鱼，哇哈哈看一下，漂亮的龙尾，哇太漂亮了，收了啊，收了收了，这个烧汤特别好吃，收了。看看看，又发现了一个想不开的石头蟹，哇在干嘛，你在干嘛，哇在卧沙，收了收了啊，这个收了很好吃的，咱们把它收了。发现了一个猫眼螺，哇看看这么大的肉，把它收了啊，这个回去蒸一下特别的好吃，收了收了。又看到了一个大毛蚶，哇这个肉特别的大，好了收了收了，今天晚上的下酒菜啊，收了收了。